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见到桌面上这些材料，要知道我准备做寿司了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做的是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海带，我一会做金剑寿司。然后这些蟹柳、牛果呢，跟这些蟹子、马沙狗，我一会做一些小的寿司卷。那好，跟我一起来吧。我们准备两张纸菜，然后均匀呢。用剪刀把它剪成三等份啊，OK。我们拿一点寿司饭，准备捏几个寿司饭团出来啊。我先把它捏成圆形啊，这样子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捏几个饭团出来，拿刚才剪好的紫菜呢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给卷起来啊。好了 ，OK。接着把它摆上盘啊。好，然后我们拿这些紫菜 CB， 把它接进去就可以了，这样一个寿司就完成了。每一个的均匀的把它装满，寿司就完成了啊。